就你一米八几啊？啊？这快过年呢，一米八七，是不是想混个年终奖哦？嗯？你这一个月有三千吗？你有没工作经验不？中午管不管饭啊？他听力有点不太好。你知道这个岗位很重要吗？你怎么这样冷静呢？人家是有能力的，那个人的外甥。嗯哦，哈哈，哎，兄弟，坐坐坐坐，我跟你提个简单问题啊，一加一。作为一名合格的会计，为了确保万无一失，我甚至使用计算器。一加一要计算器，他是不是有什么大病哦？大病没有，就是耳朵外不太灵活。来，我看你能不能算个卦来。小声点啊。我年终奖发了一万，左点助听器花了一千，我该报多少？报销啊？啊，报销。报三万。啊？